生吃这个可以帮助消化。嗯问一下，180卖160，你要150，一斤150，收单价。早上我卖一斤180的。等一下，它是洗一洗直接吃，不用剥皮，很甜，很好吃。这么甜，很好吃。台湾的，这量不多啦，才近两个礼拜过了就没了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台湾秘鲁啊，我都。哦，你到山上坐游览车去山上1200多块，观光客买的很开心哎，真的啊。好，那边接我。美女，我帮你收摊，我帮你收摊啊，就这些、啊。全部。对啊。全部去。对啊。这么好吃。不是啊，我就想说，我买了，它也不好再，反正这样子干脆。它就清光了，这很好吃，这让我可以收摊了。这样美女姐姐就可以收摊了。这么开心，魔法师。没有啦，不用500啦。就故乡，398，390。好，没关系啦。